大家好，今天继续行走在贵州农村啊。那么在路边上发现三户人家，大家看一下啊，这种房子是农村比较常见的这个吊脚楼木瓦房。那么这三个房子是比较这个老旧啊，这三个房子所处的这个地形啊，大家觉得怎么样啊？背靠着大山，左右青山环抱。那么这三个房子是农村三兄弟啊在一起建房，往往在一起建房的都是农村三兄弟。那么我们从房子的外表来看啊，从这个经济方面来看，大家能看出哪个房子是啊比较生活方面比较好的一个房子啊的一户人家。那么最左边的这个是啊老二的房子啊，比较最大的这个房子是老大的这个房子啊，老三啊在后面啊，房子也是比较小。所以说我们从啊这个地理位置啊，还有就是房子就能看出老大和老二比老三混得比较好啊，大家觉得怎么样？好，那么我们就继续跟着镜头去看一下啊贵州最真实的农村，还有这三户人家啊他的这个啊所处的这个环境怎么样。好，我们就继续跟着镜头去看一下。